控球是陈立焕，搭配后场的是张国维，前锋是陈胜祥，还有吕冠廷 Emmanuel。天道是派出了新秀吕冠廷来担纲先发，至于在台币的部分，则是派上林瑞坤、刘铮、张荣轩、周伯勋，还有 Patrick O'Brien。给到周伯勋对角转移，再给刘铮外围的机会把握住，给到林瑞坤，再来尝试一个三分球有了。再回给 Neville wide open 机会，三分球进，日本领先。陈胜祥三分球再来一颗，走上转过来之后，再给到底线 extra pass 到湖里 O'Brien 做个假晃之后，再一个的中距离球进。在今天的失误还是只有两个，外线很远的一个距离三分球。还是没有，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就是把它投进就对了，就偷跑快攻。哦，这个球精彩的一个传球，从后场 ，O'Brien 找到刘铮 ，O'Brien 面对 Neville，O'Brien 做个夹晃之后，向禁区前路被挡下来，后面哈里再拿到这个球，两分。O'Brien 是八投七中，攻下八分 ，Neville 十一投三中，攻下七分。外线再来一颗，毕竟还有四分的领先。刘铮跨步收球到篮下，进算 A one。还在这机会，张博文跨步之后上篮得分，哇，张博文。外围这个球，哦，投进。刘铮绿心手上再给到底角刘铮，外围不进。现在回给外围的机会，选择三分投进了。但我确定 Neville 绝对不会在榜上。篮下，这是他的强项，来了一个单手灌篮，进算，还有一个加榜，66-77，刚好是十一分的分差。球掉给 O'Brien， 三分球来了一分。变棒，万正啊，那变小心加动作。哇，这球拉回来之后篮下。其实可以看到，他最好就测一个稳度。最后比赛结束，中场比数就是94-73。在上半场打完，两队只有一分的分差，但是在下半场，台啤呢是完全的一个崩盘情况，最后让台啤呢反倒是赢了21分。